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副县长、财务县长、严秘书长、各位局处长、本会各位议员、赖秘书长、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午安。下午的议程是县长施政报告，现在开始。王爷，哦，哎呦，我当第四届第一次没有点心可以吃啊！但是真的府会这么的不和谐到这种地步吗？因为中午没有吃好，所以因为中午开会开得很晚，所以要来这边吃。哎，奇怪了，连一杯咖啡都没有。我是觉得府会不需要弄得这么僵了哈。府会要和谐哈，才是花莲县民的福气了哈。希望哈两个龙头哈能够早日哈握手言欢呐。谢谢。好，谢谢王爷。好，现在开始。谢谢王永美议员啊。其实我1:40就到了，我到了以后才知道没有茶喝，然后我再回去哈，2点再来。大会主席啊，各位议员先进，各位媒体女士先生，所有全县的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啊，大家好。在106年度啊，第一个会期，昆奇。请代表花莲县政府就花莲施政的各个面向来到议会做整体的报告。整体来说，就观光、农业、基础、交通建设、教育、艺术文化、弱势妇女、老人、孩童、青年关怀以及卫生、环保、民政、客家、
原住民事务、财政、主计、地方税务、行政研考、治安、消防以及人事政风等等，总共19个面向，一一给各位议员先进、各位乡亲、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做一个整体简要的一个报告。就观光层面来讲，去年520以后，整个花莲的观光发展啊，已经面临一个腰斩的一个窘境。在乡亲不断的希望我们能够打出一条新的一条通路，跟新的一个客源争取的这样的氛围之下，我们积极的拓展对国外的这些直航的航线，也在今年的去年的12月6号啊，经过8个月的协商，正式跟香港来直航啊，并在今年去年的12月6号开始，从每周飞直航香港的2个班次，到今年3月28号开始扩展到每周7个班次，并积极争取，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年底的时候能够飞到1周14个班次。继香港成功的拓展这个直航之后，我们现在也积极的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甚至西半球，我们现在全面的进行推展航线的中转以及相关的直航，希望把更多新的一些客源能够带进花莲来。好，在整体国外行销的方面，在去年12月底，带着花莲的农特产品以及相关的观光套装旅游，跟新北市、台东县等8个县市，到大陆的北京做台湾农特产品暨旅游观光的行销展览，并获得丰硕的成果，并把带去的农特产品销售一空。那今年3月29号又到香港办理花莲观光养生旅游暨农特产品的推广会，宣传等县的相关的观光的旅游的资讯，以及医疗健检以及农特产品的特色等等，促进两地的经济文化以及旅游的往来。好，并在花莲县县境推展各种大型的观光旅游，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整体的观光的发展。就农业的面向来说我们在蔡副县长积极的推动之下，我们对于基层的农户相关的农业资材以及肥料的补助目前呢，这个推广的面积达到49000多笔哈，每公顷补助1800块的肥料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对于我们整个鱼畜产品的推广，包括这个观光休闲旅游以及这个娱乐渔船赏金标章等等在全国的8张证照当中，花莲县取得3张的证照为全国取得赏金标章最多的县市。对于整个农产的行销以及辅导管理，在105年度，我们农业残留快筛的筛检，我们把关数达到34805件，积极的把健康安全的食材能够带给我们县内的乡亲。同时有相关的这些农业产品的推广希望在农业产品行销的时候，也能配合我们整体的观光伴手的行销，能够增加我们农民农村的相关的收益对于有机农产的推展在104年度起
除了在中央补助的相关的金额以外，我们全面的推动有机农产的验证，啊，这验证的费用啊，由县府啊来替农民协助啊做这方面相关的这些快筛等等。好，对于花东基金啊，本府申请来辅导有机农户，目前已经达到304户，而且有机耕作的面积从1190公顷，已经到1459公顷，是目前全国最高的啊这个有机耕作的面积，而且我们也积极的啊在与这个农村景观规划公园管理的部分，我们志卡轩公园在暑假的时候所推展的这个戏水区，在105年度啊两个月开放以来，让我们乡亲带进了120,000的这个相关的人次，成为我们花莲暑假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光的活动之一。今年呢，也会增加包括滑水道以及幼儿池等等，哈，随着逐年的投资，来让整个我们这个志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能够成为夏季我们花莲乡亲以及观光旅游人客能够有一个清水戏水的一个地方带给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旅游的设施。相关的这些农路改善以及灾害复建以及治山防洪等等相关的农业工程，总共有207件，合计3亿9000多万元已经在逐步的实施以及推动当中。对于整个水产的养殖花莲我们的大甲蟹取得台湾第一张的这个产销履历的认证，我想花莲好山好水有很多的水产品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花莲来逐步的推广，并把这个相关的这些的知名度能够把它打开。对于整个水培所接受各界的参访，旅游人次游园人次也已达到3000人的人次以上。就第三部分基础交通建设的部分，我们积极的规划日出香榭大道，打造花莲过去最早发展也最早落寞的自由街地区能够成为一个慢活休闲的国际时尚的观光大道。经提报花东基金以及在105年度7月26号已经核定在案，现在在办理相关的劳务以及细部的这些相关的设施。对于这个推动青年安心成家住宅的部分这个第一期已经完成相关的这些细部的设计并在106年度2月23号、3月1号、3月8号、3月14号4次的开标均流标因为劳基法的修正一例一休的这整体的影响，让整体新建成本那个大幅的提升。同时呢就我们整体的考量我们会做相关的检讨报告之后再依照采购法相关的规定然后上网来招标。对于这个变更吉安注意住宅区的西部计划，也经过了市场这个计划委员会的大会审讯并且办了市场的说明会并以过去这个93年到98年的公告限制的平均值来计算以代金的来缴纳，可以成为容积率200%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都市的一个更新。对于县道193的拓宽工程，现在就三站至七星潭路段以及南滨到南海四街这些拓宽工程已经获得交通部生活圈
104年到107年计划核准补助，啊，三站到七星潭的相关的路段，啊，现在啊还在做相关的环境现状差异分析当中，等到啊这个啊相关的环差通过之后，是审议结果就可以来办理动工相关的事宜。至于南滨到南海四街路段的拓宽，总长2.8公里，经费啊7.57亿，好，预计在这个民国107年的8月啊来完工。对于这个教育的区块的对于啊这个近年呐 啊对于这个地震灾害影响这个啊乡亲生命财产的安全，花莲县政府去年配合中央办理啊这个既有住宅耐震的安检作业啊，只要乡亲这个比较年代久远的建筑可以向县府来申请啊相关的这些耐震力的这些补助的测试啊，我们可以啊来积极的希望乡亲都能够尽快来提报啊，我们来做相关的这些啊这些的补助。第四个面向，就教育的区块来讲啊，实现教育积极性、公平正义啊，提供平等的学习环境啊，在县府推行的七大教育政策当中，包括相关的这些啊国民的义务教育，我们是以坚持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理念，致力建构平等学习的环境，缩小城乡的差距，提升花莲的竞争力。在提升孩子的品格涵养方面啊，要给孩子们晨间阅读、读经教育以及三品三好的品德教育啊。根据原件杂志的评比当中，花莲县教育项目表现亮眼啊，进步啊有 39.9 为全国啊这个进步的这个啊速度是最快的一个县市。对于补助啊学校教学以及这个相关的、啊、这个体育的发展的成果啊，本县参加106年度全国的原住民族运动大会，共获得田径18面金牌、跆拳道9面金牌、传统舞蹈2面金牌、传统射箭2面金牌、棒球1面金牌，还有槌球1面金牌，总共33面金牌。啊，及大会总锦标第二名的佳绩。好，啊，第二个，对于本县呢、啊、参加106年度全国中等学校啊运动会，获得了19面金牌、15面银牌以及11面铜牌，啊，创下历年最佳的成绩。啊，对于啊这个我们全国国人所钟爱的这个中华职棒，啊，这个在今年呢、啊。啊，会有7场的例行赛事在花莲举行，让所有的这些啊热爱棒球的球迷啊，能够在花莲看到啊这个棒球啊能够在这里比赛。同时呢，也首度啊在职棒28年争取到这个明星赛啊能够到啊移师到花莲来举行啊，已经正式啊。啊，在花莲引爆啊本县的棒球热。好，对于啊这个赛区办理啊这个幼儿教育补助计划啊，依照大会啊这个议员先进所提出的建议啊，从103学年度开始，补助涉及在本县4到6岁啊这个阶段幼儿就读公私立的幼儿园啊学杂费全额补助以外呢，私立的幼儿园呢 啊每学期补助啊啊这个每学期啊这也就是每学年呢、啊、补助啊幼儿教育券3万元哈、啊、希望落实教育向下扎根的施政理念啊，关怀弱势，营造本县优质友善的啊育儿环境啊。对于本县105年学年度啊，第一学期，啊，4到6岁免学杂费计划，供幼儿这个幼
这个幼儿园的申请人数啊，公立幼儿园的申请人数为1427人，私立幼儿园的申请人数为1043人。好，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少子化的关系啊，现在人口越来越少哈、哦，现在几乎啊，这个我们非常希望啊，这个大家能够好好的成家立业啊。我们花莲的幼儿啊，真的是越来越少，希望能够更多一点啊，这个花莲的孩子啊，能够在花莲能够顺利的来成长哈、哦。对于我们整个啊，这个105年度啊。运动场的修缮，教育部补助案既有啊105年度自强国中等六个学校啊运动场设施的改善，及106年度啊复原国小棒球场的整体经费共计933万，同时呢，也现预算也核定了1257万做相关运动场的改善设施，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啊这个慈济能够斥资啊。13亿啊，来为花莲县啊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60几所的学校相关的这些整建工程能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跟协助。对于教育的希望工程公费留学的这个计划，为提供花莲子弟教育平等的机会啊，鼓励清寒学子出国留学，培育花莲子弟啊具有国际的竞争能力。本府首创地方政府办理公费留学计划，目前由涉及花莲10年以上的孩子中甄选10位啊高中学生，预计啊在7月啊赴美啊，同时安排生活辅导员以及这个接待家庭，对呀、啊、我们孩子未来啊整个视野能见度的拓展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并在同侪之间啊能够看到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首都的华盛顿，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发展能够让更多的这些啊花莲的孩子们呢、啊、能够啊打开视野哈、哦。对于啊这个推动原住民族教育计划的部分啊105年度啊补助啊国中小开设这个主语课程啊总共130个学校啊，国中小实际开班数950班啊，全年的总经费2066万啊，由这个补助啊啊，同时另案呢、啊、补助国中小主语的这些教师相关的这些费用，同时配合国教署啊还有政大的原住民中心以及本土的相关的这些主语啊专长的师资啊编列相关的教材总共24700册啊获益的原住民同学生近9000人啊，同时办理啊以民族教育为特色的学校本位计划以及原住民族学生发展多元智能计划都积极在进行。至于本县呢、啊、的特色体育就花莲高尔夫球场在去年4月1号已经正式委托高斯高尔夫球有限公司来经营，并积极推动花莲县青少年高尔夫球培训计划。目前有3所国中美伦、花岗、光复以及6所国小。明理、明联、中华筑强、文兰、东竹成立高尔夫球社团，所有的社团皆可以免费到花莲高尔夫球球场来培训，让高尔夫球在花莲成为一个全民运动同时也培育未来可能的相关的这些国手携手打造这个Maker 的创意世界，好，这个在105年度10月30号106年度3月10号在玉东国中举行揭牌典礼一起携手打造 Maker 的创意世界。对于第五个面向艺术文化的发展，推广阅读
就文化局图书馆在102年获得教育部及国家图书馆评选为公共图书馆东区资源中心，还有以青少年为藏书特色，4年增加了10万册的藏书，3210万元来提供花东这个馆际流通的相关的这些服务。本县105年度再获行政院教育部补助花东基金，花莲县公共图书馆优质化计划，总共8590万元。至于新建图书馆的部分，本县筹设智慧科技图书馆，预计在本年度会以前瞻计划之前申请了花东基金，现在本府决定把它纳入前瞻计划，呈报行政院做相关的审议。就视觉艺术类2017年的海峡赏识文化交流展，现在持续的在花莲县政府文化局的展馆做正式的展出，把两岸四地所有这些优美的这些石艺文化能够呈现给所有的乡亲，而且这一次的展出也把生活美学以及相关的这些内容融入了这个展示的空间，对于这个2017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第11届，这个自从过去我们推展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透过世界各地的这些石雕的名家汇聚在花莲，能够树立起石雕城的口碑，因为花莲县境累积上百件的大型的作品至今已经留下有27国128件户外的大型的作品。第十一届的国际石雕艺术季预计在今年的7月1号到31号来举行，户外创作营增建总共收到全球52国213位石雕家的参展，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激发世界这些石雕家的这些智慧，能够在花莲能够有更多的这些特色的这些作品，能够在花莲呈现给所有的乡亲。关于表演艺术类太平洋左岸的艺术季在106年已经连续办了5年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动下去。今年有这个包括知名的这个明华园还有国光剧团、国家交响乐团等都有到花莲来表演这个精彩可期请各位乡亲能够踊跃的来参加。对于本县文化艺术活动能量的充沛以演艺厅为例，我们今年去年全年表演的有100个场次那今年呢我们会积极的持续的来推动。对于文化资产类这个有形的文化资产包括限定古籍检查长宿舍的施工计划获得这个花东基金这个中央文化部的文资局补助这个2670万已经在今年的1月3号开始施工预计在107年也就是明年的3月完工一部这个记载台湾东部的司法发展史能够让大家能够来看见本县铁道文化园区历史的建筑群在获得文化部文资局补助了1200万元，现在正在办理改善工程，预计在今年的7月来完工。同时文化部核定了本县再造历史现场拉库拉库西流域
布农族旧社溯源与重塑计划总经费3210万元哈。我们现在啊，这个可以啊，把过去对于拉库拉库系流域所有这些布农族的这些啊，这些旧社群啊，来进行深入的调查，石板屋群聚聚落以及部落联络道路等修复的工程，让多一个啊，这个啊部落文化的这些历史遗迹，能够呈现给所有的啊乡亲。对文化局获得啊。从104年获得总共补助7000万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个培力计划，我们并积极的在进行推动当中。就第六个面向来说，对于弱势妇女、老人、孩童以及青年关怀，鼓励老人社会参与建构这个长期照顾这相关的这些服务辅导设置50个老人的关怀据点，还有这个倡导终身学习，在本县的13个乡镇设置长青大学，合计63班同时设置区域家庭福利服务中心这个设置新秀中区、南区3处区域型的家庭服务中心提供这个各管服务总共568户的家庭以及这个管社服务6821个人次，同时呢办理这个相关的团体活动家庭亲子以及社区宣导总共94场，合计19390人次，同时推动幸福食物银行在北中南设居3个据点从105年9月到106年3月底，受益家庭的户数达到106户我们会并积极的来推展来进行办理这个失业者的职业训练及就业博览会，106年获得劳动部补助办理失业者职业训练经费，合计1492万好开设这个大客车驾训等14个班，同时呢也为本县办理了相关的这些就业博览会磨合人数有400多人，磨合率是42.6%对于第七个面向卫生的方面来说对于长者的相关的这些健康以及这些检查，从103年到106年提供涉及本县13个乡镇55岁以上者的长者免费进行健康服务的相关的检查由县内相关的医院来办理，总共从这个101年度到今年呢每一年平均受惠人数都接近9000到10000人那105年的9月到106年的3月即有7124人对于花莲整体的国际观光医疗在我们今年的3月29号到香港行销了花莲的国际观光的医疗也得到这个花莲的这个国际观光医疗协会的周永红院长的支持，能够把花莲的这些观光以及医疗等等能够带到国外去跟国外的这些朋友一起来分享。对于近期一些相关重要的成果105年度这个卫生局保健类考评项目保健类获得分组的第2名这个妇幼健康促进这个绩优成绩是分组的第1名
啊，这个健康体能代谢症候群肥胖症啊，这个啊肌肉成绩获得分组第二名啊。至于整体烟害防治工作啊，这个肌肉成绩啊啊获得第一名，稽查的绩效啊，这个也获得分组的第一名。不供应烟品给未满十八岁这个未成年的青年的执法成效啊，也获得全国的第一名啊。消弭健康不平等相关的这些活动啊，也获得这个绩优分组的第一名啊。我们105年度全国部落健康营造的成果啊，获得这个啊全国原住民健康新形象部落的代言人以及相关的这些全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殊荣啊。105年度整合型啊心理健康促进精神疾病防治及特殊族群处遇工作计划实地考评啊，本县获得第四组的第一名啊。以及啊这个有相当多的啊，相当多的啊，本县就医疗以及照护的部分啊，获得全国的评比当中啊，这个获得相当好的一个成绩。就第八个面向啊，环保的这个项目来说啊，本县啊啊，目前这个垃圾强制分类的政策啊，资源回收率已经达到49.38%啊，那个厨余回收再利用率达到4.84%啊。根据环保署花莲检测站的资料显示，本阶段空气污染的指标 AQI 平均值为42啊 ，AQI 小于等于50啊，这个就是的百分比为77%啊，表示啊啊我们的这些 PM2.5 的这些悬浮微粒啊，平均浓度非常的低，符合啊国内最好的空气品质的标准啊，这也在国内啊啊每一天所做的这个各县市的这个空气的警示当中啊，花莲一直都是属于啊绿色区域啊，这个空气的品质非常的良好啊。那对于啊这个啊环境永续扎根的发展啊，我们花莲县有环保之工啊，已经正式认证的126队3421人，环教大使32位啊，我们并进行多场的这个环教宣导3个场次。以及培力训练19个场次啊，联系汇报3个场次啊，总共动员亲近家园全民运动，营造永续的啊幼稚环境。我们总计有13个单位啊610人参与相关的活动啊。这个在于本县呐，就各项的在环保方面的啊，相关的这些考绩的部分，啊，受到环保署105年度水污染防治绩效的考核和专组，啊，优等奖获得奖金50万。同时呢，这个啊，土壤及地下水啊污染整治啊考核计划啊获得奖励金18万元，还有相关的这些考核成绩啊都相当的啊在水平之上。就第九个面向。民政的部分来啊说明啊，总计啊这个办理民众法律咨询服务啊，聘请15位律师啊，有咨询案件超过298件啊，各乡镇基层建议案啊，我们也积极的在进行当中，还有相关的这些村里集合活动中心新建也积极的进行。对于啊这个全年的相关的这些连假，还有这些纪念日啊，办理返乡专车，总计有16个列次。对于105年度啊，这个
秋季的集团结婚有64对的新人参加，今年的春季集团结婚有57对的新人参加。对呀，花莲县议会各位议员先进所提出的地方建设建议事项核定议案总共744件。好，遵照议员指示啊，所有这些金额14480万。好，啊，目前已经核销的金额有7430万。对于公共造产的部分啊，从去年12月28号到今日为止，我们积极的进行采取了33万公吨左右公共造产啊，105年度决算收入2亿3000多万。支出为1亿6000多万，余处为7747万。好，至于户政方面，好，我们在105年11月9号，经过内政部评定为优等的这个新住民照顾服务绩效。啊，对于啊这个啊本县相关的这些民政作业啊，我们积极的办理当中。第十个，就这个客家的这个服务面向来讲，啊，103年到105年度啊，我们客家特色6级产业的整合发展，啊，获得经济部补助啊1500万元，还有这个花莲县客家产业交流中心啊经营计划或客委会补助163万元，啊，以及客家植物染整计划啊获得华东基金补助3600万元。好，啊，对于啊整个民俗艺术相关的发展啊，我们有办理啊客家之星客家歌谣的比赛，还有全国客家日啊回乱客闹天川日相关的活动，总共参加人次有1300人次。对于客家演艺堂啊，也办理了相关的这些活动啊，合计啊参观人次啊9463个人次。文化保存，我们办理了相关的这些客家艺文的特展，还有出版2本客家幼儿的绘本啊。对于整个年度的重头大戏，就是我们客家的艺民祭文化活动，预计在8月份来举行。第11个面向，就原住民事务的部分，啊，我们的原住民族传统艺术风雨计划可行性报告业经，行政院原民会已经于106年本年3月10号啊原则同意，啊，我们在积极的来进行当中啊，同时本年度获得原民会核定啊华东部落还有进埔部落的部落活力计划啊，扶植部落啊记忆文化永续的发展啊，对于啊这个我们在去年12月18号在德兴运动场办理2017年原住民联合丰年节表演团队的选拔赛，我们预计啊在今年呐 这个特色舞群呐 106年的献舞啊会顺利的产生，对于今年呐，有高达50多个这个社团跟团体来报名参加对于献舞的选拔赛。我们多年的坚持啊，让这一次啊参选这个原住民部落的县舞的选拔赛的年龄层啊已经下降到了这个国小哈，国小的学童哈就已经啊来报名参加啊，我们非常希望啊这个往下扎根的工作啊能够得到啊各个学校以及社团的支持，让最优美的部落舞蹈文化能够全面的展现出来，啊，这个105年度办理原住民族这个土地业务啊，
经人民会评定为直辖县市政府全国的优良奖，直辖市以及各县市的这个政府的全国的优良奖。对于我们获得原住民族专业技能以及文创品牌的相关的这些推动获得人民会补助19700万元，积极的来支持部落乡亲做相关的这些发展，改善部落生活水准及民生用水的需求，获得人民会补助11804万元，在14个部落特色道路、16个部落的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4处的聚会所的规划设计案在积极的进行当中，对于财政的部分，第12个部分财政的面向的部分，连续6年的还债，截至106年3月底，本县的公共债务合计减少13.74亿元，开征这个土石税到99年，从99年至106年3月底，土地财产侵权特别税共4亿3701万元，这是这个土石税。至于开征的矿石税，从去年从99年到这个今年的3月底，合计这个总共征收了13亿1260万元。公共造产以及土石采取，99年到106年2月底，公共造产盈余共5亿6000余万元。对于第13个部分，就主计的面向来说，106年度这个年度的总预算税入大概191亿，税出也191亿，税入税出余处2100万，债务还本所需45亿2172万，短债的部分持续的来进行，截至106年2月底止，税入累积实收数36亿2201万元，占预算数的14.11%。我们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些总会计的业务统计的业务以及相关的这些资讯应用，都积极的在地方进行并提出。就第14个面向地方税务来讲，开征开源来富裕县库，建设福利县民。106年度地方税各个税捐的收入核定全年预算数为338426万元，实际征收余额为324624万元，达成全年预算数的95.92%。因为受到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这个尤其在105年度1月1号实施房地税合一的这个制度的影响，我们土地的增值以及契税已经开始逐步的减少，那地方税务各项的这个税捐收入经核定全年106年度预算数为398764万元，那截至3月底，截至3月底，各项实际征收为8亿6730万元，达成全年的预算数的21.75%。对于土石采取景观税，这个以及特别税刚刚都已经给大家做相关的这些报告。对于我们整体的行政研考的部分，包括我们办理的这些
清明时间啊，或是县长信箱，或者1999啊，在今年呢、啊，这个清明时间的件数138件，1999啊，我们县民热线的部分有5186件，啊，县长信箱的部分有1723件，啊，同时啊，本府北中南服务中心接受受理的服务啊，相关的件数总共26575件。对于整个啊华东基金啊发展105到108年度的综合发展实施计划啊有相关的核定的案数如表哈、啊。我们对第16个面向啊治安的部分啊维护市容整顿交通民生安全啊花莲县政府警察局啊积极的从95年破案率的71.31到105年度的93.15哈，整体的破案率啊，不断的在提升。啊，那本县的 A1 的这个交通事件呐、啊，啊，也较过去有大幅的这个趋势啊，啊，比较趋向于啊，往下哈、啊，这样子啊。尤其在酒驾的部分呢、啊，啊，本县呢、啊、积极的进行相关的这些查核的这些工作，啊，至于追捕逃犯等等啊，今年政部啊警政署评比为第一个等次，啊，以上所有警察的这些包括春安工作等等，啊得到交通顺畅啊，内政部警政署评定为丙组的第一名。第17个面向。就消防的部分跟大家做报告啊，办理消防局有6栋增建的工程啊，获得华东基金补助2090万元，做积极的相关的整建，还有啊淘汰装备的部分，让所有的打火弟兄姐妹能够冲入火场奋不顾身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装备，确保个人的安全。我们对于相关的这些救灾的器材，啊，106年度编列的6473万元，好、啊，来汰换相关的这些，啊，汰换的相关的这些器材，啊。至于防火宣导啊，访视啊，总共啊，啊，有39231个人啊人次，好、啊，以上还有包括啊。我们现在积极啊，在订啊，所有相关的这些入山申请管理机制啊，我们要拟定啊这个自治条例啊，对于未来啊啊这个入山必须准备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设备啊以及安全这些措施啊啊必须以自治条例来明定，同时呢啊也让也让这个。啊，这些，也让相关的这些啊，像这些民众啊，能够确保他自身的安全啊。那本县共执行啊救护案件呢、啊、9665件啊，送医人数啊7884人哈、啊，从这个228个人没有生命迹象急救成功了、啊。啊，达到37人，都是辛苦的打火弟兄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非常啊一个成长的一个成绩啊，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辛劳啊。对于啊这个本县的人事以及政风啊，都积极的对人事的相关的这些啊处理啊，以及对于啊这个廉政以及倡议啊诚信伦理。啊，宣导，啊，以及啊，相关这些避免利益冲突等等啊，啊，这个花莲县政府人事处、政风处都做了相关的积极的啊这些配套。以上就是19个面向啊，是在简易的文本上啊给大会啊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现在，昆奇啊，
要特别向所有议会的各位先进啊，各位媒体女士先生，所有花莲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来报告，中央政府预计举债8800亿，推动前瞻计划。这个前瞻计划现在各县市都积极在准备啊，做相关的这个提案。本县也针对各乡镇所提出的相关这些案子，目前会诊啊超过啊200亿元，还有其他的各乡镇市公所再提案啊，预计啊，本县会在下周做一个会诊，好，把各乡镇所提出的需求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准备啊，再向行政院来提报。对于啊这一次的前瞻计划106年到113年8年计划里面，总共有5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轨道建设4240亿元，几乎轨道建设占了整个前瞻计划将近50%。第二个水环境的建设2507亿元。第三个绿能建设243亿元。第四个数位建设461亿元。第五个城乡发展1372亿元。花莲县政府积极跟各乡镇就乡镇的发展所需要的这些地方的这些基础建设，以及跟数位的提升、绿能、水环境资源有关的部分，请各乡镇积极的来提案啊，并且在这个本周以及下周啊，都会密集的来做全县的相关的这些建设会议，好，最后会整好相关的这些资料，我会送到这个行政院去。在这里特别跟各位报告，所有敬爱的父老乡亲，就所有报章杂志以及这个蔡总统所到的各县市宣布要做的这些轻轨建设，大概已经有4000多亿。也就是这个整个经费4200多亿，大概已经遍布在西部的相关的这些县市。我们也在这里要表达，这是举而生的债啊，8800亿来做这些相关的这些事务。我们必须要讲，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轻轨或者是捷运啊，能够啊在营运上能够来赚钱的，因为基本上这些所有新建的成本回收称之为自偿率，在全世界只有面积1/4，1100平方公里，只有花莲1/4的香港，因为它有700万人口以及6000万的旅游人次，所以香港的捷运跟轻轨是全世界唯一可以成本回收的啊，这个轻轨啊跟捷运只有在香港，同时在营运的部分呢，票箱收入也是赚钱。那还有在东京的一小区域的人口密集区是可以来营运啊，来付成本的。至于啊台湾人口最密集的这个北北桃，台北捷运啊，当时第一批花了4700亿啊，交通部花了4700亿新建，完成之后啊，无偿以1块钱呢，这个交给台北市政府营运，经过10多年呢，这个营运呢才勉强营运才打平哈，那所有的4700亿的自偿的部分是完全没有办法回收，好，所以未来这4000多亿啊，这些轻轨跟捷运啊，我们以高雄市为例啊，高雄市的轻轨啊，目前是亏损连连呢，一年大概要亏将近30亿啊，光营运的部分一年亏损将近30亿，成本完全无法回收的情况之下，光营运的部分一年要亏损将近30亿元，所以我们很忧心的表达，
因为这些我们花莲人儿孙的钱，8800亿里面有将近1/2要出去做轻轨，这个不只是米脂民膏投入之后不但看不到回收，未来还有大幅的营运成本，包括维修的场站、人员的增加，还有路线的重复等等，会成为台湾另外一个问题的一个乾坤。对于这一次这个中央在各县市主动来核定这一些所谓的这些轻轨跟重大的这些建设，并没有经过这个环评可行性评估通通没有，已经进行在核定。那花莲县政府已经跟行政院表达什么时候可以送件，行政院告诉我们都还不能送件但是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在核定了。那另外就是在城乡的部分，包括这个道路整平铺柏油的部分，中央告诉我们要用竞争型的评比我们很觉得很奇怪，这种铺柏油的这种东西为什么要用竞争型的评比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再一次的呼吁中央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把所有8800亿应该依照统筹分配的方式给各县市，依照人口跟土地面积，也就是统筹分配税的方式来分给各县市，就地方的需求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甚至前瞻的这相关的计划同时呢，今年的清明节从苏澳到花莲开车塞车，从苏澳到花莲要7个小时。我想在过去旧政府从2008年到2016年的旧政府让苏花改第一期能够顺利的来推动，在民国100年1月29号正式来动工。同时呢，预计在今年开始陆续来通车完工。我们在这里诚挚的呼吁中央政府，对于苏花改的二期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核定，前瞻的8800亿为什么不能给花莲400多亿把二期的这个苏花改的工程来把它完成。我们再次的诚挚的呼吁给花莲人民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这个是花莲全民共同的期待。至于中央表达不管是国道几号说要做到花莲，我们通通表达欢迎，不管是国道多少号，10号、20号、30号、100号能够做到花莲我们都欢迎，但是希望赶快落实核定，赶快动工，而不是流于政治口号我们希望不要模糊焦点，赶快把苏花改二期尽快的核定，让花莲人有一条非常完整能够让子弟安全回家的路。再一次昆奇代表所有花莲乡亲在议会的殿堂来公开呼吁中央政府赶快新建苏花改二期东澳、南澳、崇德、大清水有好几个相关的路段能够尽快的来施作。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各位议会先进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虽然在风雨之中，在财政这样的一个窘困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要把所有的这些基础建设做好我再一次的表达，很多的基础建设能够让花莲来翻转的我们应该以1000年的成本来试算它的价值，而不是用3年5年的使用来计算它的价值。我再一次的表达就是以负责任永续性的发展这是台湾所有的政府都应该要做的要让1000年、1000年的建设能够落在地方而不是用3、5年的短视近利的方式来看待政府长远为儿孙所做的这些建设我想这是我们肩膀上责无旁贷的一
一个责任。在这里再次谢谢各位议员先进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想花莲县政府团队会努力的做好所有的工作。那今天呢跟昆奇一起到这个议会啊来做整体施政报告的相关的首长昆奇也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花莲县政府副县长蔡英煌先生。秘书长严信章先生。民政处长萧明甲先生。财政处长刘台文先生。建设处长邓子仪先生。客家处长赖锦昌先生。政风处我们新任的处长廖景生先生。廖景金先生。过来我们人事处长王伟希先生。我们主计处长施新平女士。行政研考处长林静虎先生。检任机要秘书田俊雄先生。警察局局长廖美玲女士。消防局局长林文瑞先生。地方税务局长吕玉芝女士。卫生局长也是本府副秘书长李鸿满先生。环保局长饶宗先生。文化局长陈淑梅女士。园林处长陈建春先生。观光处长彭伟竹先生。社会处长陈文琪女士。地震处长陈聪文女士。农业处长罗文龙先生。这个镜头没有照到你的镜头。那个教育处长刘美珍女士抱歉哈。我是看镜头在点名哈。那个再一次谢谢各位议员先进。听友花莲希望地方能够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物阜民丰百业兴旺五谷丰登乡亲安居乐业社会祥和。再次谢谢各位议员先进听友花莲感谢各位祝福大家谢谢。休息十分钟。
Thank you.
Thank you.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接下来的议程意见交换，请议员发言。有没有？交换意见。
有没有？没有人要上会了。来，没有了，没有了。先让各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当然就上会了。那个叶坤杰叶议员，我想说，你说要上会，我想要好上会了啊。大会主席，我们赖议长，我们本会的赖秘书长，县政府副官局副县长，还有蔡副县长啊，严秘书长，以及各位局处所长、各位同仁啊，以及各位媒体女士小姐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刚才听了县长的一个施政报告，洋洋洒洒为花莲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呢，说出了非常非常的多哈。当然在这边呢，除了感谢我们县长整个对于县政的一个破坏，以及所有科室主管局处呢，大家共同的努力，让花莲县呢能够展现头角哈，让花莲呢迈向国际的一个知名度。当然在这边呢，还是有些呢必须要继续给我们加强管理跟改善的地方哦。在这边我想提点意见呢，来跟我们这个县长哦，我想这个有关于我们谈到的有关于这个前瞻计划8800亿哈，说实在听到这个8800亿这一个大饼，我想从新闻媒体方面也好，从县长的整个一个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报告呢，我们都有一个了解哈。在我们花莲地区呢，几乎是零的一个这个前瞻计划的经费的补助啊。那我想，不管是县府也好，或者是我们议会同仁，或是花莲县的县民哈，我想大家必须要在共同的努力不分蓝绿大家如何的去为了这8800亿？刚才我们听了县长的施政报告，也来补充说明呢，有关前瞻计划的部分呢大部分的钱呢都是用在轻轨哈。跟捷运的部分呢，我想这是一个前坑不是前瞻哈。我想中央政府呢应该有其考量至于他是我坚持的一定要把前瞻计划都投入在这个的部分呢我想这个中央明代呢都有其责任应该怎么样的去做距离的力争。我想我们都可以在电视上，在新闻媒体上，谁在为花莲来发声哈，谁在为花莲来争取大家心中呢都有一把尺哈不管是中央的民意代表，我们县级的民意代表，我们个人应该本着我们的立场，怎么样来有机会为我们花莲这一块这个应该迈向整个一个观光产业的一个建设呢，如何来努力？我想这个的部分呢，在这边也特别的呼吁我们所有议会的同仁呢我们大家共同的应该努力来为花莲这一块这个观光大县的这个蓝图呢，如何来努力这个部分呢？我想这个县长没关系，我们继续的来努力我想只要努力一定会有成果我想如果这个中央还是漠视我们地方的需求的时候呢我想最后呢这个所有花莲县民呢一定会做了最后的一个决断哈。所以我想在这边呢，也希望县政府针对前瞻计划的部分呢，还要继续的来努力哈。花莲县政府呢有在这个上一次临时大会当中呢，有很多的议案公共议题我在这边也要特别的呼吁，可能县长没有来参加临会所以我在这边呢，我是希望县长能够加强我们所有各局处部门呢的科室主管，应该针对该公共议题呢，应该要强而有力的来作为他的议题的一个辩解跟说明所以我想，不管是香榭大道也好，或者是台开的这个开发案也好，我想上次临时会呢，可以讲说是整个议会里面呢闹得沸沸扬扬。你香榭大道真的是我们如果东阳广场土地卖掉以后呢，整个所有的东大门的夜市，我们东大门的夜市呢，难道我们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吗？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政府部门呢都责无旁贷，你们应该要这个详细的说明，到底我们的东大门如果是这个土地处理了以后，现在虽然是计划道路，而且的话也是取得合格合法的一个证照，所以我想这个的部分呢，在东部门都应该强而有力的来把它做于说明所以以免呢造成外面呢很多的这种讹语，我认为说你们东大门的这些摊贩呢，可能呢将来不久土地县政府土地如果卖了以后呢，他们呢整个呢就居无定所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花莲县政府对这些的摊贩
有这个信赖保护原则，就是要他们全部都移到东大门来。我们一定要，我们而且县政府也一定会帮他们，就将来不管是安抚的问题或是安置的问题呢，我们县政府一定会做到对他们的一个诚信。所以我想这个的部分呢，有关于是多大门的部分，还有就是香榭大道，香榭大道的部分呢，我想在这边提出来，县长哦，当然你一直在讲的，县政府并没有。啊，这个的说既定的政策到底要从民意国小这边开始做过去，或是要从旧的原版这边过去，完全啊取决于民意。这些的部分呢，都必须要由我们的啊这个公部门呢，强而有力的来做对外的说明啊。所以我想说，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些公共议题都没有办法详细的对外说明，以至于造成外界的很多的这些的而已的重伤啊。那同时呢？提到我们台开公司跟我们花莲县政府呢合作，共同合作开发的这个议案，我在这边呢，我会讲哦，县长哦，给他因为500多坪哦，我想县政府整个呢，这个合作开发的计划的土地有将近100公顷呐、啊，台开公司已经出售了，处理了70几公顷，剩下最后22公顷，还好啊，你没有把那个章盖出去，你章一盖出去，县长现在你已经不是坐在这边了哦。所以我想这边哦，我想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这个章没有盖，所以呢也保住了今天的这些示威恩怨法院的问题哦。所以我想这些都必须要我们怎么样去对外的一个说明，到底我们台开公司跟花莲县政府的合作开发，到底你们的这些的合作开发的企业内容是如何？它已经处理掉的70几公顷，它的经济产值到底是多少？它整个一个开发的经费到底是多少？那如果它的70几公顷经济的产值够不够抵这22公顷的这些的费用？所以我想这个县政府都必须要积极的，然后来把它对外加以说明啊。结果呢，没有去说明，让人家去误导，结果呢，造成花莲县政府对外可以讲负面呢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几个议案，也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县长呢能够。在你整个一个县政的啊这个一个计划当中呢，能够同时呢在公共议题的设置里面呢，应该要求所属的各级处呢都必须要针对公共议题要有强而有力，包括我们的未来的4个大型的停车场，不管是四维高中的花莲车站的，在这个旧的中华国小或者福德的停车场，这个几个大型的，这都必须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我想在这边，除了要积极的，要赶快的来做，要不然108年局部的苏花改通车以后，怎么有办法去应付这些大量的车潮？所以我想在这边提供我们的花莲县这个县长哦，是希望针对几个花莲县目前一些重大的公共议题呢。啊，如何的有效的去争取，积极的，然后作为我们各公部门呢，应该对外的说明。我想我们花莲县政府有对外说明的啊这个单位嘛，不管是行政研考，或者是我们的副秘书长，我们的这个谢公平，我们副秘书长，这些的都是善于在我们的一个新闻媒体的一个说明的部分呢，我想应该要积极的发挥你的功能，所以让我们整个啊这个社会大众呢，能够明白我们这些的公共议题到底是为我们花莲县会带来有多大的啊这个福祉，对于我们的县民又有多大的帮助，对花莲的建设呢又有多大的啊这个协助呢？所以我想这个地方特别提议出来，给我们县长呢能够针对几个花莲县未来的重大议题太多了，所以我想应该的请县长能够更积极的如何来落实，来了解我们整个一个民意的啊这个趋势。这是我对于县长的施政报告的内容里面呢提出来，就叫我们啊这个副分局县长，谢谢。好，王一梅议员，哎，王建，议长、县长哈、哦，大家好哈、哦。刚才县长大概今天感冒了哈、哦，讲起来有气无力的哈、哦，加油了哈、哦。不好意思，没有给你吃到点心哈。哦，让你更加有气无力哈，可是等一下听说有后面有府会参叙的哈，啊，希望哈真的能够好好的叙一下哈，要继续僵下去了哈。刚才县长说哈，花
花莲幼儿越来越少了，我们这有四五个议员哦，就是坏的榜样啊，不结婚啊，尤其是女的都不结婚哈、哦，我们所应该被批评的哈、哦。可是如果要奖励幼儿的话，我现在我们就一胎一万块嘛，对不对？可不可以两胎两万，三胎三万，鼓励人家生，你生一胎补助一万就一次而已，那一辈子要养他补助一万能干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可以说，哎，你如果生第一胎的话，补助一万，我每年还要奖助多少，一直到读大学的话，公务人员读大学都还有补助嘛，都能够奖励他的话，哈、哦，那两胎又是多少，三胎又多少？我相信生五胎的多的是，我爸爸妈妈就生了八胎嘛，对不对？一起勾搭了，起码三四胎还是有可为的哈、哦。你们话婆啊，是你唔对，你无结婚，你爱该拍哦。哎、欸欸、好几个应该打的议员哦，都不结婚了哈、哦，不是我们不结婚，是金价不狼癌，他派向被肝癌了，对不对？哦，我们这一次运动会，原住民运动会哈、哦，拿了33金的哈、哦，这一次我们全国运动会也拿了十几金，害我了5000块。我那一天因为我们义理国中的田径队哈、哦，穿着我们基金会的衣服说，那个教练说，哎、欸。一眼我们穿的基金会，我好拿到铜牌我就赏5000，结果还了，害我了5000块哈。去年更扯，正在他们正在练习的时候，哎、欸，得一金就1万，获个6金回来哈，还有了6万，就说有所鼓励的话，选手有我们的选手哈，一定会努力的去表现。那我不晓得我们得了这么多金回来，对这一些选手以后后续援助啊。有没有援助？就像那一天得了50几年才得第一金回来的，我们的羽球选手，结果说衣服不合，害他哈。虽然也拿了金啊，但是衣服不合，害他很不爽啊。可是我知道我们的选手出外去比赛啊，全国运动会比赛，他们的礼费都要自己出哎、欸。如果说礼费我们可以帮他出的话。我相信各个教练没有这种负担的话，各个学校校长老师没有这种负担的话，他们会更认真的训练我们的选手。我相信不是第二名的金牌而已，我们应该得到全面第一金哈，最多金牌的限度了哈。因为我们以前是体育王国嘛哈，需要用奖励的来恢复我们体育王国的名声哈。刚才说蔡政府，我也很不满蔡政府了哈。但是8800亿，好、哦，8800亿。刚才听县长说，我们埔博有竞争型的，既然有这么多钱，我们13乡镇还有我们加上我们县政委真的不努力了，哈、哦，只有提200亿，可见还有努力的空间嘛？为什么这么多钱你们才去提200亿？这就应该打屁股。你若提个1000亿的话，对不对？我们没有话说，对不对？还没有给你钱，如果说你提的多你都没拿到钱的话，你再来打再来骂的话 OK， 可是你只有提了200亿，这么多的钱放在那边给你一直去看，给你一直去抢，结果你都还没有办法去抢的，提区区200亿齁，你这样这一些高级的公务人员也应该被骂齁，也应该被骂，13乡镇的齁也应该被骂，200亿齁，我相信啦齁，只要有所认真有所努力的话，上面的应该会看得到，不然都要县长说哈，波有天佑台湾，天佑花莲哈，五谷丰登的哈，风调雨顺啊，对不对？有县长这么诚心的祈求之下，我相信只要我们的竞争权不，刚上一次我们陈太章陈前处长也说啊。这个波油如果可以用竞争型，只要你多提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多拿到。这是第一次有这种构想的提案的哈。我希望公务人员哈能够加油了哈，才提200亿，甚至400亿的话，我买一直叫了哈，我们也会一直叫了。就像那一天东办说要去我家，我也不让他去我家嘛，说你不在掉，你不要都来问到，我跟你无共道的哈，你那边选馆长。如果我会支持你，我王不爱斗，不是斗下娘，不爱生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可以拒绝这种诱惑。你不努力的话，我们一定不会信你嘛，对不对？所以你放进二期的书法改哈，400亿，我相信应该会很顺利的拿得到了哈。说我们清明节塞车7个小时，那是很惨的状况啊。但是我们若用反方向来想，
这是我们花莲的观光办得很好嘛，每个人都要开车到花莲来观光嘛，所以才会有塞车的情况，这我们应该很高兴的一件事了哈。也希望我们观光旅游处把花莲的景点弄得好一点，不要老在大宜派出所前面设了237盏灯啊。我会下一次咨询的时候我拿给你看，一个田间啊设了237盏，我们整个玉里镇光复路跟中山路加起来也只有267，那个田间呢，就跟我设个237盏。去年也说了，还是今年还是照放，前年也放，去年也放，今年又放。人家在紧这紧不当开了哈，我就说有些事情哦，做对人家会给你讲，这是对的；做错了该骂的时候，也希望哈，要说你骂我没送，我都给你修理。我刚才问农业处处长。我们去年中央政府给了我们三亿多，为什么王彦美的提案没有一件做的呢？就很奇怪了，对不对？我已经很会骂了，对不对？三亿多竟然我没有半条是我可以做的，我的提案这么多，就没有做到半条，那可见中央政府对花莲县也不保嘛。我们农业处的总预算比你们家三亿多，结果这个工程款就三亿多，可见你们也很会争取，可能是灾害补助也不一定啊。中方政府有时候也不会亏待啦，只要努力去争取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声音会让人家听得见，好不好？谢谢。杨德金杨演，主席赖长、赖秘书长、傅昆萁县长、县府的所有工作团队、本会同仁、与会记者媒体。大家午安。刚才今天的这个定期会我感受很深，我从政以来44次的定期会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冷清的一个定期会的一个开议，因为过去定期会都有点心在做一个暖身的活动，但是这次没有，我很奇怪怎么会没有呢？过去44次我都感受非常的温馨但是今天却没有，这议会还是我们县政府的一个问题呢。另外傅昆萁县长从政以来，那县长以来过去施政报告从来没有看过稿，今天我们县长怎么会这样子一直不漏的看手本，这也是我感到很奇怪的地方是不是这个议会跟这个县政府这个氛围之间有什么问题的存在？刚才透过县长的这个施政报告，的的确确，前瞻计划虽然是草草率率的通过了这个草案，一点不尊重在野党的声音，但是到底已经是敌定。那今天。前瞻计划，刚才我们有些议员也提过，说县长说我们得到了200多亿，提案200亿，基本上如果说到统筹分配款，县长讲的加上面积的话，我们何止这些200亿？那今天依然是前瞻计划，那国道6号。是我本席耿耿于怀的，希望能够早日促成的，也相信不是我个人，是所有我们花莲县乡亲的一直希望的一个重大的建设。如果他不给，县长可以联合彰化、台中、南投、苗栗这几个县市，我不相信
中央政府，我不相信蔡英文总统不听这几个县市长的需求，因为不是只有花莲县渴望有这个国道六号，相信西部中区这个县市，他们都也希望能够早一点开通，那个才是真正前瞻计划。另外就是我们苏花改第二期工程到目前迟迟没有下落，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央他脑袋瓜在想什么。本席在这里呼吁我们中央政府，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民进党议员反映一下我们蔡英文总统，我们花莲县的需求，卑微的需求，连这样的一个经过多次的一个探讨，多次的这个反应，如果还没有给我们花莲一个很好的交代的话，我想这个政府要说会延续执政，相信马上就会被唾弃了。所以今天不管是地方的基础建设也好，现在我们前瞻计划几乎二分之一都是轻轨，我们花莲县不要轻轨，我们只要苏花改，我们只要是国道六号，已经满足了我们所有花莲县乡亲多年来的一个渴望的一个大建设。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中央政府能够听到，不是就听到县长的声音，而是听到我们所有花莲县乡亲的哀求。这是我个人对于这次县长施政报告的一种感受。谢谢各位。庄志才议员。大会主席，我们大议长，我们花莲县的大家长，不管你副县长、蔡副县长，还有人民署长，我们县政府各级处所长，本会同仁以及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刚刚县长做一个市政报告啊，听起来啊，真的心有戚戚焉了哦。我想一般地方政府所长，我们都知道，地方跟中央合作的话，才是县民之福啦。刚刚县长做一个市政报告啊，有一些不实指控中央的啊，真的，这样只是在制造地方跟中央的对立，这样是不道德的哈。像刚刚县长也在一个市政报告里面有说一个苏挖改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苏挖公路啊，是我们花莲人之痛啊，他从苏挖高速公路变成苏挖T，然后变成苏挖改，而且我们都知道哈，吴县长他是在民国91年当选立法委员，93年、97年都是竞选连任成功，在98年12月25号当选县长，在99年10月31号带领我们花莲乡亲北上去争取一条给花莲人安全回家的路，这个我们几乎我们在场的所有议员都有参与到，整个一起安全回家的路啊，整个的转变过程，可以说没有人比我们副县长更清楚、更了解。甚至于我们副县长从审查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第一次一直到最后一次，副县长都有亲自出席了，要一直要求一条给发言人安全回家的路。为什么在你担任县政的立法委里面，你为什么要去接受一个片段不完整的这个苏花改呢？尤其在苏花改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哪没有听过副县长你说要给花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一直到最近就提出来了要给花莲人一条安全回家的路，你已经把这一条安全回家路操作成一个政治议题了。
而且当成一条提款机，这是在消费发人人痛啊！真的，副县长，为什么你当时担任县任的区立委，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书法改呢？这种变动不完整的，尤其刚刚你也提到延山计划，事实上，延山计划正在目前啊，正在立法院在审查它的条例而已。其实整个计划是8818年，你刚刚说花莲都没有吗？其实它这个城乡计划总共分了5大部分：轨道建设、绿能建设、水环境的建设、数位建设与行山的建设。首先说，先讲到轨道的建设，花莲已经由中央已经指定花莲到台东变成双轨电气化的铁路，特别预算里面编了200多亿。公益预算里面搬了100多亿，总共400多亿是在建设花莲的轨道，包括这一次400多亿里面，包括要票务系统的改善，那全面更新，这什么都没有呢？尤其我在这里奉劝我们副县长哦，趁这个轨道要改建双轨化了，那是不是提一些比较有具体、比较有落实的计划？我为什么今天说这个话呢？因为我们花莲县政府在102年啊，根据专程都会，在102年的6月，依交通部颁布铁路立体化建设及周边土地开发计划申请与审查作业要点，你来这一个计划，等到105年的10月来完成花莲火车站至吉安干城车站站定啊。铁路立体化建设及周边土地开发计算可行性的评估成果报告送给行政院。你这个计划是要把花莲火车站迁移到16股，要把吉安车站迁到清丰，这个总经费要200多亿。最主要，因为你提出的计划必须地方要配合款90几亿。我试问各位，花莲的花莲县政府的总预算一年才100多亿，几乎80%以上必须要靠中央的协助跟补助。我们地方哪有这么多的配合款呢？你应该今天这个前瞻计划已经确定要把花莲到台东做双轨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花莲跟基安县的大花莲市，就是因为花莲到基安有很多的频道，有很多平交道阻碍到花莲的跟基安的发展。因为这些平交道造成花莲跟花莲市跟基安一些的铁路旁边的土地啊没有办法开发，所以趁这个机会，是我呼吁我们副县长提出跟行政院反映，在做双轨铁道的时候，顺便把所有的平交道花莲到基安的平交道做一个高架化，不但省时间，而且省经费，而且更能够接中央会接受这个建议案。诚恳的呼吁我们副县长哦，就把铁路赶快来提出这个计划送到行政院去，来争取这个补助的经费。至于水环境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全国自来水接管率的全国花莲是最后一名，尤其中南区，尤其是我们一些原住民的部落，距离自来水主水管非常的严，如果要用公益预算来补助的话，根本没有办法。那我也呼吁我们县长，真的趁这一次，就水建化前瞻计划这里面，希望各乡镇能用这水建用这一次的补助，来让我们的水管的接管力啊，能赶上去。再来，就是城乡的建设，刚刚副县长也讲过了，已经整了各乡镇了。其实我们南公吼，人你讲啦，嫌做无嫌济啦，愈济是愈好啦。我认为还可以继续再加油，因为这个城乡建设总共1000多亿哦，这是竞争省计划，就看你地方政府如果提出计划出来，还能得到补助。其实，副县长，咱国丈讲一句话啦，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啦。前无外久，咱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生还亲自邀你到台北去，过来补助地方的经费啊！你跟你贵夫人，就是我们的现任的我们的行政会许义伟，你们两个夫妻一起去到张景生那里，
结果你去了，你只拿一张纸，上面写几个议案而已，就要90几亿，这样的计划人家会拨补给你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一个准备，要准备嘛，你要计划，人唔再拨助你，你唔是用一张纸，别人就拨助你，对不？要准备，人机会爱好啊，就是要有准备的人嘛。你包括今年萧美贤立法委员在文化部为我们的江津湖争取到17000多万的补助经费，哎，都准了。然后查兰典型建物送提案到文化部去，这笔经费就拨下来了。那个地方是观光景点，目前很多游览客都到那里观光，而且人家是用心良苦的，好不容易争取到17000多万的补助经费。只差我们地方政府提一个案就能补助了，就是没有你们就是不提案，不送过去，那笔经费也没办法到得到补助，真的啦，副县长，诚恳的呼吁你，尤其在申欧龙的节目里面，我有看到，你也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斗争不能当饭吃啦，真的，要一天到晚要罢免赖清德议长。不要一天到晚要罢免萧美琴，真的，我诚心的呼吁你，把心摆在县政上面，来做我们县政的建设，这样才是发言人之福。谢谢。游淑珍议员，谢谢主席、赖议长、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各局处所长，在座与会的所有的。记者媒体先生跟我们所有的议会同仁，地方的建设我觉得不应该分党派，所以刚刚认同我们庄之才议员所说的，中央的资源跟经费当然来到我们的地方是越多越好，但是地方的声音跟我们民众的需求，我觉得势必要发声给我们中央来知晓。趁着今天的这个时间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8800亿的这样的一个预算的心得。我在想，疏花膏、疏花替、疏花改这段时间里面，淑珍95年还没有参政以前，也就是93年，就跟着县长那时候的立委到台北去争取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在这段过程里面，觉得这条路是我们花莲子子孙孙必须要走的路。我也曾经提过，在所有的抗争跟争取的行动中，只有99年11月1号我是请假的唯一一次，因为那一天是我父亲的公祭。在这样的路程里面，我们看到游览车摔了多少，看到了落石多少，看到我们的汽车，我们落石砸坏了多少的生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只欠缺了一段第二期的工程期，在这样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工程期的执行400亿的这样的经费预算里面，所以这一条平安回家的路，恳请中央给我们花莲人，不管是我们花莲的民意代表，是属于任何的政党，我相信大家都有一样的深切的恳求跟期盼这条路的开通。刚刚提到我们的双轨、三轨甚至于四轨，当然这是我们地方的需求，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近程、中程、远程的建设计划，这一个双轨、三轨、四轨到底要几年，所编列的这样的预算会不会跳票？你告诉我双轨、三轨、四轨，我目前乡亲最需要的是一张票，一张回家的票啊！这一张票我很想讲，泰鲁格号、普悠玛号的车厢帮我们调离了花莲，到了西部去，我们的车厢多么的贫瘠。错误的政策影响了花莲的观光产值跟花莲的观光产业，怎么说呢？怎么会提出取消廉价跟周休二日的团体票呢？花莲的观光产值
假日的这样的一个花莲的配套没有出来，却取消了团体票，让全国甚至于国际观光的这样的一个观光客没有办法进入到花莲。同时我们花莲的学子选手竞赛的人或者是我们的长青老人长辈要出去旅游休闲竞赛表演，也受限了我们假日取消团体票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啊，有些政策的规划说的是很完美，看起来也很好听，但是身为花莲人已经骗了几十年，所以不得不去质疑有一些政策我们是真的呢还是假的。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就会有这样的提出一个疑问。当然中央给我们的8800亿里面有很多的经费预算，我觉得中央应该考虑到各个地方的现实的考量。怎么说呢？看到他的幼教计划，我们花莲的幼教计划已经优于全国的幼教计划，如果他实现全国100亿的幼教经费来讲，他把它整除在各县市里面，让各县市可以去执行，那我当然赞成。但是我们花莲已经有很优厚非常好的幼儿教育计划，所以我们希望更好更精致，能够更符合需求，所以地方的声音是中央执政党必须要来听的。在这样的一个执行里面，我们也希望看到了水资源，我们过去的偏乡边远地区没有自来水运用的这个部分，我们都乐观其成。但是我很希望的告诉大家，地方的建设跟需求绝对不能分党派，我们希望我们花莲的声音中央听得到。如果我们苏澳改的第二期工程款编列下来，如果我们的双轨轻轨出来，像县长提的200亿，我知道县长你为什么提200亿，因为你认为中央不会给我们那么多钱。如果真的200亿下来，本席愿意跟你到总统府去放鞭炮，我们让全国人知道我们花莲人感谢中央执政的政府为我们花莲人看到了我们花莲的这样的一个心声。谢谢。好，李小明议员。大会主席、副县长，还有所有科室主管以及本会的议员、媒体先进，大家午安哦。其实刚刚听到，我们首先发言的叶坤景议员讲到，就是说花莲现在有很多重大的建设案子，大家蓬勃在讨论。其实，甚至有很多的人在好像是耳语的重伤，还有资讯的报道不够透明。我想今天是一个议会的大日子啊，也是可喜可贺啊。我觉得我们议会有更多的时间让傅昆萁县长更透明的、精确的在这个问政和施政当中、监督以及施政当中大家来探讨，让政策更透明，让媒体把傅县长的话写得更清楚，让民众来配合，甚至知道清楚明白傅县长的施政。我想看过所有的媒体的报道，傅昆萁县长在媒体属于地方首长里面数一数二。哦，那今天总质询从6天恢复成12天，我想政策可以更清楚、更明白的宣导，这就是要避免耳语的重伤和政策不够清晰的传递到人民里面这个落差，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弥补。那我刚刚听到一个非常让我觉得震惊的讯息，这是我不知道的讯息，就是刚刚庄议员讲到萧美琴委员帮将军府争取1亿多元的建设都已经获得中央的认可、行政院的认可，竟然问题出在地方的计划没有送出去。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而且心寒啊。我在审二倍金，我们财政小组在审二倍金的时候，审到一条款项，其实我非常不以为然，就是花莲要在因为要盖的一个新的图书馆，在评估是否可行，就用二倍金花了数百万，只是评估可不可行而已哦，不包含有任何的硬体规划或地点的规划，或者是其他规划，只是评估可不可行，就要花数百万。那将军府这个案子，大家知道花莲的财政状况，虽然我跟部县长对于花莲的财政状况的认知有所不同，我认为花莲县政府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施政70%-80%之间还仰赖中央的补助款，这是我的认知，而且这我相信是花莲县目前的财政状况，花莲的建设来自于中央的补助要高达70%-80%，我们没有其他的余力再去筹措将军府的建设，好不容易有争取到这一条钱，我希望文化局，我希望你如果没有政党为了地方，其实这是马上可以执行的，请你马上送计划，否则对花莲县民是没办法交代的，你去评估一个可行不可行，不是任何规划就要数百万。我看看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要对历史交代，我们怎么对历史交代。那么我刚刚回到台政的部分，其实这一段时间休会期间，我们一直在各方各面每一个月都在社会的螺丝钉努力，然后也倾听民意，但是我们也看到副县长在媒体里面专访性的节目，大应该是讲非常骄傲的表达，县长替花莲还了许多的负债，但我必须要清楚的阐述，花莲的各项税收除了曾经的地价税跟房屋上涨，房屋的价格、土地的价格上涨有关的相关税收以外，其他的税收我们并没有增加，而我们也卖了非常多的花莲县境内的土地。当这些没有增加，收入无法增加的时候，我想要问一问我们副县长，到底如何偿债？偿债的基础在哪里？偿还债务的基础在哪里？全国的县市首长都为财政的问题在苦恼。我觉得花莲县应该在媒体里面讲清楚，我们如何在没有增加收入、光卖土地，可以偿还负债。应该各县市的县长，包含现在议长啊，你也是议长，正副议长联谊会的主席的召集人啊，我想可以组一团县市首长和县市议会的首长到花莲来观摩，花莲是一个被评定为财政接近昏迷指数非常困难的一个县境，仰赖中央的补助高达80%-80%的一个县份，可以偿债，它的基础在哪里？来教教所有县市首长。当然这样的方式我要回归到一个议题，其实花莲县民对县长有很多的欣赏，包含我个人，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批评，他很多很多看不清楚的地方。曾经在这个议事殿堂，有花莲县民在休会期间来问我，对于县长的公馆，也就是现在的95至尊大楼，非常的好奇，甚至民众报以非常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县长。他说我们县长没有领薪水，那花莲县不知心，他可以盖一个
这么高、这么漂亮、这么豪华的县长公馆，他们很希望我们民意代表，我相信坐在这里，我敢讲，不是我刘小梅一个人，甚至很多的民意代表都曾经被问到这个议题，希望能够听听副县长，你到底这栋九五至尊大楼是怎么盖的？一样，县长不领薪水，花莲财务状况没有增加收入可以偿债，没有领薪水可以盖这么高的大楼。我要跟大家报告，这一间九五至尊大楼，县长有讲，这是他的私事，这是他的家务事。但是这一间房子的起造人叫容量公司，徐真卫女士为负责人。他的金流是什么？县长，从理想大地案到现在，我在等你一个说明。等到今天，社会在等你一个说明。等到今天，你的家务事的操作模式跟花莲县政府的财政操作模式好像啊，应该是可以说一说吧。当容量公司他所介入的事情不再是家务事，就应该对社会说明。谢国龙议员，那个我知道，那个各位希望说多能够发言了、啊，所以时间上每一个议员发言的时候，针对县长施政报告的话来讲了啊，那个啊主席啊，各位同仁还有媒体记者，大家好啊。那针对就是刚才有些议员在讲那个书画改的这个问题啊，啊本席是做比较久了，我第五届了哈、啊，然后那时候。谢山当县长的时候，那时候陈水扁当总统嘛啊，那游锡堃当行政院长。这个为了那个苏花改这个问题啊，苏花那时候苏花高速公路，苏花高速公路，整个谢县长在张垂龙那个当建设处长的时候提案啊，提案说连外道路一并打通，只有这计划而已，马上停止。我们苏花高速公路的建设都一百年了，那时候就本来是说一百年苏花高速公路要通车，就是因为了这个连外道路的要一并打通，就这句话就把我们苏花高速公路咔嚓掉了哦。这个讲给哦大家听一下了啊、哦。好，针对我们的日出香榭大道，我要感谢我们的县长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整个旧市区啊，金三角啊，这个繁荣有特别的帮助啊。可是我们也有疑虑的部分，因为老百姓有一些疑虑啊。啊，这次我们的专案小组，那我们议长啊，就让我组一个专案小组，对这个我们这个日出香榭大道、啊、特别的重视，以让老百姓安心啊，做出了好几有七项的决议。我、啊、希望说我们县长啊，啊。在交代我们这个，代理处长邓处长啊，一并在这次的，定期大会哦，说清楚、讲明白，让我们老百姓能安心了、啊。主要的就是说，旧延白从这边开始做起，哦，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广东街、福建街、南京街的啊、南北向的打通，那不要有南北向把它禁止不能通行。还有行的方面跟停车的方面，哦，这个希望说我们这个专案小组也有决议出去了啊、哦，要希望说我们县长啊对这个几个问题啊，在这次的定期会啊讲清楚，让我们所有的自由街，包括我们整个旧社区的这个金三角这个老百姓啊，全面性的了解，让我们老百姓能安心，不然的话，这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下去的话，最主要是说。能不能造福到所有的老百姓，包括我们的所有的金三角这些的商家啊？不要因为了这个日出香榭打造了以后啊，啊害他们的啊生意受损的话，这个得不偿失啊！啊，希望啊这个会期啊，希望啊啊这个我们县长、啊、对这个问题啊啊特别的来说明白给老百姓知道。哎呦，感谢我们所有的议员了、啊、早上本席啊有事情出去哈、啊，没有在也。那个五千万的啊，这个预算啊，也可以有进入啊，进入的小组哦，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议员啊，谢谢。第
你不食言。这个谢谢主席哦，在这边呢有几个议题想要讨论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本席担任议员这么多年以来哈，其实有很多的议题在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张冠李戴啊。那刚刚因为这个前瞻建设8800亿的关系，所以很多人把这个轨道建设拿出来，把我们102年6月的时候的一个可行性评估，就是那时候把那个中央路要做一个高架，花莲到吉安干城这个高架呢，当成是现在的议题。其实哦，大家要搞清楚那个时间啊，其实那个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在103年的时候呢，花莲车站的这个设计才完成，然后呢103年6月才动工，但是我们的高架的可行性评估是在102年。那你在现在因为前瞻计划出来，然后就说花莲先生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样对县府是不公平的啦，哈，在这边先提出来。那不管府会关系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花莲县民关心的是花莲县民的整体利益到底在哪里，所以不管是县政府也好，或者是议会也好，应该共同为花莲县政府的应该共同为这个花莲县的县民的这个权益起来努力齁。所以不管是双轨化也好，或者是苏花二期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争取的一个部分。那今年呢，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争取这个原住民博物馆在花莲设置，但是最近听到消息是说呢，要落脚到高雄。那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呢，我是在这边啊要提出严正的抗议啊齁，因为这样对不起我们花莲县的原住民齁，因为毕竟我们县政府其实准备的议案齁，那其实那个议题是准备很久，而且我觉得花莲是最适合的地方，因此原住民博物馆无论如何应该是要放在花莲县是最适当。如果因为政治考量的地方呢，这个放在高雄，我觉得这样是对花莲是非常不公平的哦，这个必须要让我们这个全花莲的原住民要知道一下。那另外呢，我们很感谢哦，县政府呢在花东基建部分呢争取了我们这个所谓的花莲县原住民文创产业聚落拓殖计划。这个105年到108年呢，总共好几亿的计划，于是在106年你要执行将近5000万的一个计划。我是认为齁，这个计划其实很重要，当时是想要放在文创，因为文创这个部分的那个租金太高。那现在地点未定齁，那本席是建议是不是能够结合这个所谓的香榭大道放在市中心哦。原本那栋大楼，旧原本那栋大楼现在是空着。那如果可以使用的话呢，是不是考虑一下旧原本大楼，因为它可以整个齁连接到你的这个所谓的香榭大道，而且那个大楼现在空着，如果香榭大道中段有一个空着的地方，不是很奇怪嘛？那另外呢，就是前瞻计划里面，它其实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城乡的部分哦。我是认为原行处你应该把原住民所需要的，尤其是我花莲县北区原住民哦，他在聚会所的部分最难取得的是土地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提出来在前瞻计划的时候呢，包括土地用专案来处理？而不要让县市政府负担土地取得的问题哦，所以呢，这个前瞻计划里面，其实你也可以去积极来争取哦。这样对于我们花莲县北区难以争取这个所谓的部落聚会所的部落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最近哈，其实县长最近常常上电视啦，这个县长口才遍及哦，你上电视其实对于提升整个花莲的这个形象是有帮助的啦，本席在这边肯定啦。那我这几天呢，又把这个中天那个节目再看了一下哦。我现在呢是说，的确，花莲要面对现在大陆客、观光客这个下滑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更重要的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抱怨之外，有没有提出其他相应的对策？包括像是香港直航，或是曼谷包机，这样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是不是要整体思考花莲县的观光政策？你要如何来处理？观光处你是不是要结合卫生局，你是不是要结合文化局，你是不是要结合原行处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套，不管是怎么样的客人来，其实你应该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然后呢你的套餐全部要出来，然后要结合在地的资源，不然呢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下来，6年以来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计划，包括原住民也有很多的计划，那个都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推展的计划，但是现在问题是你的整合，你的局处室的整合不够，是不是要请县府派一个就是 handle 这样的一个这个主要计划的人，把所有的政策提出来。其实花莲哦被忽略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政党不同，第二个选举人口数太少，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政治现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突破困境？不管中央今天要给我们多少钱也好，那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只能尽力。包括县长是提说我今年要提这个200亿，那200亿有多少我不知道，所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尽全力健全我们自己本身的体质？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了。以上谢谢。李秋旺议员。谢谢议长。
这个房间呐、啊，哦，民众的心声呐、啊，我想大概很多一眼通人都有听到了啊。要衰啊，选一个蔡英文啊，这是台湾的悲哀啊！你嘛，台湾政府啊，到底在做什么代志？我们可以一一啊，来了解、啊、所谓的同志婚姻合法化，所谓的畅言吸毒除罪化，所谓的一例一休，让劳方资方让整个台湾三输，所谓的清算在野党，最可悲的、啊。是砍杀军工教，霸凌军工教，霸凌我们的警消退休人员。再来，包括要进口瘦肉精的牛牛，包括要进口日本的无色食品。甚至对于我们自己的领土岛礁分不清，太平岛居然不如啊日本的一个小礁石，要去给美国塞奶 F-35 我们台湾要买，但是期待川普总统会来电话，结果马上被人家打脸。这个就是我们的选出来的，我没有选他，台湾的水小蔡英文总统，这叫抱错美国的大腿。同时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的高官跪拜日本的鬼神，满口的虚无的口号，在摧残我们中华的固有文化。人说一句话啊，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我们之前射了一颗熊山飞弹，居然没有一个大官需要下台。外面有人说这个是故意的，但是啊，死了一条狗啊！国防部长啊，要再三在媒体面前道歉。我不知道啊，民进党执政之后，干了这么多的让人民看不下去的事情，但是。那么多的民进党的地方民意代表还在那边大口不惭，从来没有检讨自己，只会检讨别人。我想县长啊，着眼花莲的未来，计划花莲的蓝图，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我很忠诚的在这里提醒县长，你的高度够，格局大，站得也高，看得也远，但是走得也很快。我们的县政府的官员啊，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赶上你的脚步，所以民众也有抱怨的声音。县政府很多局处拿着省级市的鸡毛当令箭，那么多的局处对于民众的一些事情动作采访，在议会里面我们甚至再三的提醒啊，应该要用辅导而不是据以采访。
能够改善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改善，就叫做辅导。他没有办法改善，你来开法，我相信啊，他们也没有话讲。但是为什么啊？讲了那么久，基层的我们的公务人员的心态还是一样，动作一，这个是审计室的要求，哗哗哗，六万到三十万，哪一个民众受得了？哪一个商家受得了？还讲说你一人出面，我们花少一点，六万就好。一个公务人员一个月赚多少钱？一个年轻人一个月赚多少钱？这种心态是对的吗？甚至劳动部劳检配速劳检人员，同样的拿着劳动部的鸡毛当令箭，指挥我们的社会处要来裁罚，没有遵照一例一休等等，这样的我们的无奈的厂商。我想县长啊，对于这个部分啊，在这里为我们花莲的店家也好，商家也好，生意人也好，那么难经营的时候，务必以辅导来替代财阀，这个才是人民之福。谢谢。好，还有没有议员要发言？郑乾隆议员。好，谢谢大会主席赖议长。那本人是这样认为啦，如果在议事殿堂里面讲到蓝绿的话，我本人坐在这边如坐针毡啦。我想在议事殿堂坐的最自在的就是我们副县长，因为我们副县长是无党籍的，所以不管蓝绿跟他都没关系啊。我想在这边何贺我们副县长是无党籍的。那据我了解，早期的苏花糕的部分是在民进党执政时候要给花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那是当时的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分配不均，所以造成了今天我们花莲落后了十年，也造就了今天我们副县长有这个机会为花莲争取一条安全回家的路。那在地方的民众也非常感谢副县长为我们花莲争取了一条所谓的苏花改的一个高速公路。那我想早期的政府在国民党政府为花莲所做的不管好与坏都留给我们后人来看，那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他刚上任一年多，还没一年，我想很多的政策当然地方上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好的政策我们要来协助，那如果让百姓认为不是很适当的一个政策，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来调整，给执政党做看看。早期我们给国民党做了那么久了，长时间忽视我们地方的建设，长时间忽视我们花莲新的安全，北回铁路通车了三十几年，还是到现在一票难求，这个责任是在谁？是在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的努力不够，历届的县长、历届的立法委员、历届的议员没有责任吗？这个都是我们责任。撇开蓝绿，我们不管，我们希望地方团结，为地方争取建设，蓝绿不要去分得那么清楚，共同为地方争取地方的建设，才是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跟地方首长的一个责任。以上是本席跟各位做的报告，谢谢。还没有其他意见，何议员，谢谢议长。听了这么多的议员讲，我想今天县长施政报也很辛苦啊，为花莲争取也好，受尽屈辱也好啊，这个公道自在人心呐、
我想本席有几点啊，在看了这个县长施政报告之后，想讲话要凭良心啊。苏花糕是当时陈水扁政府引起的，若当时的谢先生县长能够叫民进党中央说，哎，这条苏花糕不要做了，我想今天的傅昆萁县长就可以要求前瞻计划8800亿在我们花莲县。我想做什么事情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说话啊。我想县长今天争取这个苏花糕啊，苏花改出钱出力带着我们到台北去陈景抗争。我想当时的马政府啊，体系到花莲人这个包括县长这样子往台北去陈情，所以给了苏花一起工程。像一条马路啊，跟做衣服盖房子是一样，如果做到一半要形同虚设，因为他三百钱的这根厝没断的。像今天花莲人的一个期盼，苏花为什么要来争取二期的这个工程，就是要一条完整的一个安全的道路。你想国道6号高速公路我们也期许来做一条道路，要花7000-8000亿，民进党政府哦，立法院副院长也到花莲来说，哎，这条国道6我们可以7000亿来一条第二期工程，苏花改都不给我们钱，怎么去做一个国道6呢？做事讲话要凭良心来讲。而且真是这个地质考察，我欢迎当时马政委也好，现在的政府也好，都要提到这条道路啊，电源的问题、地热的问题、施工上的问题。当然我们是要来争取，没有错。但是一条安全的道路先争取完之后，阶段性的任务我们再来争取，是不是这样？我想政府啊，应该做精富，不是精品的工作。像第一修也好，造成什么？包括我们的年金改是造成什么？大家口袋变浅，不敢花费，不敢去消费。相对的，花莲县观光以及农业的重创，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些人是消费的一个前驱者。要让金工教啊、警消等，为了年金改革的事情，可以说人心惶惶，够得呀，哦，给我们个安定。那未来会不会我们这个老了之后连钱都没有，一个没有未来的一个政策，所以大家不敢消费，不敢消费。相对的，在填台湾呐、啊，这样子的一个产值就是降低的。一地一修也造成什么？劳资双方，尤其是劳方啊。为什么没加班费？现在正在景气是低迷，花莲县啊，重创区房地产前台啊，一片哀声叹天野啊。所以我认为政府要带有的政府要做到精富而非精品。所以这几天啊，农民也打电话给我说：“哎呀，我这个种了南瓜，我没有人买怎么办？”我去购啊，这个菜购哦，宽度1.5米。长度8米的芹菜卖不到500块，为什么？消费者减少，入团来少，观光客不敢出游，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济是一个低迷哦。讲什么都不要讲，我们没有人听说要罢免萧美琴，有人这么讲过，我们甚至不去干涉，不去干预，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认为说。县长的施政报告当中，我们要针对县长施政报告来谈来说嘛，要扯到其他地方去，这是支持肯定，甚至你认为有任何意见，我是个人觉得，我对县长这个施政报告我有问题，我也希望说，县长尤其在对农民的照顾非常的好，我建议县长，农民一甲地啊，一公顷啊，目前我们只补助1800，过去是发现金，很少人去领，因为我们这个大地主啊。小地主大佃农的事情，很多人没有去发去领这个钱，但农委去领这个钱。那县长一个德政跟蔡副县长一个德政发放，在这个我们的肥料到农民家里面去，让广大的农民都受惠到。但是有一些问题在哪里？很多农民跟我怀疑说：“那你在利用看他较旧哦，我不会我们家，那你也较旧。”所以我们县政府的一个德政哦，民众是大用，农民是大用，但是呢也有少感。所以我是建议，既然我们的这个矿石景观税
哦，矿石景观税，一年可以让花莲县政府啊拿到了10多亿的这个税收。我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矿石是花莲啊33万的乡亲共同所有了。今天县府这些税，不管在对农民耳后的补助、契机方面肥料的补助也好，对幼儿教育方面也好，对老人照顾也好，啊，对等等其他社会服务方面，我们是否要利用这些资金，好，我们来做对我们亲民的一个照顾？我想中华民国啊，到目前的举债应该是7兆，我没有听过现在的政府说要还债，我们花莲县政府才举债100多亿，要人家来还债。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讲话我是个人是觉得了，花莲那么穷的一个乡镇，今天我们有办法去争取矿石景观特别税多了10多亿，我建议县长，哦，还债当然是要还一点债，但是中央政府自己也没有在还债，我要平常心要讲这句话。我认为在社会福利、幼儿教育，包括照顾农民啊、农民等等，我们要把这笔钱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所以本席今天也。这样子的发言啊，给县长一些参考。我想其他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定期大会我们咨询的期间再请益县长，好不好？谢谢。谢谢议员。好，谢谢议长。我想大家都谈到了，这个书啊改书啊替这个部分呢，希望现任的总统能够把他当初来花莲。要争取花莲的票源的同时，他说要以花莲的交通为优先。试问一下，现在有优先吗？那我希望他呢，既然有讲出这样的 一段话来呢，希望他第二期的这个苏花替的这个经费呢，尽速的能够下注到这个苏花改。再来就是我们花莲的乡亲，长期以来我们的父母。早期我们要从台北回来花莲的同时，他一颗心是吊在天空上。我们的子女说要回来的时候，他从他出发一直到他回到家，这一颗心才会放下来。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苏花公路非常的危险。早期的父母是这样子的，担心受怕。孩子回来这么远，一天一整天的一个时间，他是心悬挂在天空上。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才能够了解，你当外地的完全不了解，只是当你要选票的时候，你会告知我们的乡亲，我会优先的来做我们的交通设备。如今呢？贺成旦一上任，他说没有发包的就不做了。那我想试问一下，票已经骗好了，已经当选了，就不顾我们的生命危险了。所以我希望呢，现在的政府能够尽速的把第二期的这个款项呢，能够赶快的来做一个设计，来发放下来。让我们的第二期能够如期的来完工。再来就是我们浅山的基础建设里面项目，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习政委委员，他增加了一条16项，也就是环岛高速路网建设。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呢，我们单单只有一条苏花改就没办法完成了。还有我们的台九线到目前也没有完全的来拓宽为30米路，所以我认为呢，这个蔡政府呢是应该要给我们花莲跟台东的人民一个舒适交通安全，我希望他们能够听到我们地方的一个声音。再来就是刚刚我们何议员也提到了，这个我们政府呢就是在我们肥料的一个补助的同时，最近也听到我们的农民替说到了，我们的肥料是不是在品质上面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把关？他们说这个肥料呢的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呢是不是有降低了？然后没有那么的肥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希望我们这个农业处的罗处长是不是能够了解一下？既然我们政府有这么好的一个美意，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品质呢要求的更好。谢谢。哦，还有没有要发言的？黄正武议员。好，议长，县长，还有副县长，还有我们的严秘书长、赖秘书长，还有议会所有那个女士先生，大家好啊。这个县政总报告的意见交流时间啊，我刚才听到了很多啊，相当激烈的这个言辞。我个人的感触是这样子，大家坐在这个圆形的空间里面，我们都算是花莲的佼佼者之一，大家都有很丰富的人生的阅历，有很丰富的专业知识，这些头脑，这些智慧，如果能够让我们花莲在解决问题上得到成长，那是我们县民之福。可是如果这些智慧一直用于意气之争，一直消耗这些时间来讨论这样的流弹四射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政治工作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做的事情，大家那么辛苦在这个领域里面秉持的应该都还是一个服务的初心啊。我从来不认为哪一个政治人物站在哪一个位置是为了要跟人民对立，是为了要搞死乡亲而做他的政策。上至总统，下至县长、村长，还不是为了地方在设计、在推动方案。可是一定会有推动不好的地方，一定有值得检讨跟批评的地方。可是我是比较期待大家针对这些具体的事情好好的来推动就可以了。花莲过去这几年的成就之一，其实不也是比较少的党派之争吗？这样子的成果，我是希望在这个会期开始不应该任意的去敲破它。这样的成果其实维持不容易啊，可是要打破它很快。我希望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个只是暂时的，两年的任期、六年的任期一下子就结束了。希望在这个特别这个不是总咨询时间，这是意见交流的时间。我没有提太多具体的事情，可是我想从这个方向上跟大家交换提出我个人的心得。因为刚才的讨论是我在这个六年的议员这个生涯里面从来没有听过的这些发言的方式跟内容啊，我有自己的感触，所以在这里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好，还有没有要发言？这个黄议员做最后的一个结尾我觉得很好。李秋芳议员一直在那里点头，是否认同他刚刚所说的话？所以下次的话，你不要开头引起战火了哈。你先点火，所以才后面才熄火哈。那我想，花莲人何其卑微啊！为了一条路啊，一条苏花公路也好，环岛道路也好，国道6号道路也好，一直的在争论不休啊。那我们不要一直怪前朝政府啊，如果要怪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过错。国民党执政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花莲人赶快有一条回家安全的路呢？那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那么爱花莲，为什么也不赶快给花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呢？那不管之前怎么样，我想我们议会的大会所有的议员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相同的共识啊。不管是哪一条路，如果能够让花莲人能够有出路，我们都应该站在一起来争取，而不是在那里扯后腿，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想天下没有不行的事啊，只是
我们大家愿不愿意大家站在一起为花莲来努力。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很多的议员哦，发表这么多的言论。那我想我们开会的时间剩下八分钟，剩下七分钟，县长要做答复，大概也答复不了到底要答复哪些议员的问题啊。那我想县长也听到各位的一些意见了哈。那我们后面还有总咨询的时间，也可以做一些探讨。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开到此为止，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啊，没有的话，明天早上由民政处、原民处工作报告，明天下午由行政研讨处还有人事处工作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准时出席。上午的会，下午的会议，我们就开到此为止，散会。